雪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家都有生命树。我是 Annie， 我是 Elsa。这是一个全家大小都会一起参与的家庭敬拜跟分享节目哦。哇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以《生命树之歌》开启今天的敬拜哦。Let's go。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为我预备一个家。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期盼我长大。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为我预备一个家。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期盼我长大。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为我预备一个家。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期盼我长大。他与你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来，快来，回到父神的家，来体会，来体会父对你的爱，来感受他与你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来，快来，回到父神的家。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为我预备一个家。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期待我长大。他看一切甚美好，为我预备一个家。天父为我造世界，他看一切甚美好，期盼我长大。来体会他与你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
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哦，来快来回到父神的家，唯有那一日神的帐幕在人间，甚好，生命树的心思与天父对齐，生命树的言语滋润人的心，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栽种生命树，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甚好，生命树的心思与天父对齐，生命树的言语滋润人的心，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栽种生命树，来体会天父对你的爱，来感受他与你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哦，来快来回到父神的家，会有会有那一日神的帐幕在人间，会有一切都甚好，生命树的心思与天父对齐，生命树的言语滋润人的心，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栽种，再次来，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甚好，生命树的心思与天父对齐，生命树的言语滋润人的心，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耶，栽种生命树，来体会天父对你的爱，来感受他与你同在，来思想他对你的心意，哦，来快来回到父神的家，唯有那一日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心的满足，万国万民万族都归家，万国万民万族都归家，万国万民万族都归家，一切的丰盛，我们相信有一天万国万族万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族群都要回到天父的家，使你的心得满足。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家都有生命树的节目，我是 Annie， 我是 Asa。哇，我们今天好开心哦，因为我们泰雅的家人又来到我们当中啦，再一次欢迎，欢迎大家好，罗嘎达瓜啦，我是爸爸鲁信，我是妈妈瓦义，我是儿子伊万，哇，太
好了，好开心跟你们在一起，可以一起敬拜，可以分享，哇，分享我们彼此的关系，分享我们的心，为的是满足天父的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哇，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到生命树，对不对？生命树这一棵树很特别，是上面结了几样果子啊？十二样不同的果子。我还记得罗星爸爸种过好多树，对不对？就是没有种过一棵树长十二样果子，而且每个月都可以结果子。哇，如此丰富，这不是人能做成的，但是是上帝可以做成的。好，上帝开启了我们的眼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更多来分享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给我们的园子里面有两种树，其中有很多树啦，但是其中有生命树之外，还有一棵跟生命树完全不一样的，叫做善别恶树。哎，分辨善恶树，哇，很特别。上帝说所有一切都可以吃，只有什么不能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哇，是这么的严重哎！想想看，请问一下，你们觉得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跟生命树的果子有什么不一样呢？有哪些不一样？吃起来风味应该不啊？你觉得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吃起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味道？干干涩涩的，可能一边是甜的，一边是苦的。哦，因为分辨善恶是不是？所以可能那个果一边要么就是很甜很甜很甜，要么就是很苦很苦很苦的。哦，有可能，或者是说一颗果子上面一半是好的，一半是腐烂的。哦，一半好的，一半腐烂的，最终它还是什么烂的？对不对？然后有种过果树就知道，一颗果子如果有一边烂或被虫蛀了，那一颗果子就报销了，对不对？好，其实里面就有一些隐藏的毒素咯。哦，诶，这是很好的发现耶。好，那以望你呢，你觉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跟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不一样？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可能是怎样？嗯，看起来有好有坏。哦，就是那个形状不同，形状不同，对，嗯，你是说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长的形状应该跟生命树不一样，对不对？嗯，啊，有好有坏，好像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极端啊。是这一颗果子，如果在你们的家里面，你们会想要吃它吗？面对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No. 哎，可是哦，那在伊甸园的时候，蛇有来引诱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会变成明亮，你会好像上帝一样看见他所看见的耶。这不是感觉很不错吗？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不能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眼睛明亮，好像上帝一样，这不好吗？这不好吗？嗯，那圣经上有讲嘛，就是吃了这分辨善恶树，就是就会死，嗯，然后那个死或者是一个就是是灵的灵里的死，嗯，我觉得那个死也是会感受不到这个生命树的丰富，感受不到生命。所以你的人生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很，哎，就是会到极端，啊，然后甚至是就是枯干干枯，然后就是很受限的一个生命，嗯，因为那个分辨善恶的眼光进来了以后，你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很极端的，嗯，很极端的所谓的善跟好。很极端的不好哦，所以你好像少了那个生命树上十二颗果子不同的那种丰富，人生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两个极端很好。一方呢，有些事情看太透不好，哎，有些事情看太透会怎样？你说的不好会是怎样？譬如说，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你不喜欢。就是假如说前阵子有很有名叫做复仇者联盟四，
终局之战，还没看过人就很那个，心里会很那个，很期待。嗯，但是就被看过的人剧透了，心里就会很不是滋味，这样子的感觉，就不愿意去尝试。对，很多新事物是这样吗？所以你觉得如果把人生都看透了，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对不对？如果你都已经知道你的人生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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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像也没什么意义要继续往前，好像只是被推着走。哦，很好哦，这是你的观点。好，爸爸呢？你觉得？我觉得上帝好像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去做一个选择。他把这两棵树分别放在这当中，而且他有指示我们说，那一棵树你就不要去吃。可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儿女，我们禁止他的时候，他反而又要去做这样子。那好像就是在乎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去遵循爸爸的话啊，听话是，还是说我们要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是，所以天父都已经说吃了必定死，可是我们好像不太相信，想要照自己的方法去试试看。哦，好像是这样，好像那个小时候爸爸妈妈会说不能碰插头哦，碰了会被怎样？会被电到，但是我们想要去尝试。好，那又回到了这个蛇就跟这个夏娃说，欸，吃了眼睛会明亮，会像上帝一样看见他所看见的，会像上帝一样有智慧。请问你们觉得我们有可能吃了之后就跟上帝一样吗？他的所谓的像上帝一样是像上帝怎么样？上帝他能不能够分辨善恶？可以啊，可以啊，可以。那上帝的分辨善恶跟我们人的分辨善恶有什么不同呢？应该是解析度的不同。什么意思？解析度不一样。解释一下解析度。对啊，就我们的这个在看事情的解析度，可能就会有误差这样子。所以可能明明人家举比二啊，就是我们解析度不好的时候，它看起来好像是三嘛，有没有？对，所以我们在判断上面呢，就会误解。所以其实那个人可能是比赞啊，但是解析度不一样，他以为我们在比中指那就误会了嘛。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因为有还是有罪，所以没有办法像神那么圣洁，解析度比较高。对，我觉得他说像神。我们是被造的啊，神是创造者，是，对，我们怎能像他就是像他一样的那个同等的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就是这个仇敌的谎言。然后其实我们会越来会像他是像他的性情心思，我觉得我们也会有那样的一个智慧，但是并不是这个撒旦讲的就是会像他是有一点是要取代神啊，是，对，好像要取代神，取代神的那个位置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谎言，是，对，进来了。然后我也有听过一个就是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的能像神一样去分别善跟恶，是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对，是没有办法像神一样那样的有智慧，确实，对，确实。好，就像刚刚我们分享的，我们跟神其实差超远的，我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他创造的，对，所以分辨善恶不是不好哦，可是重点是我们有能力像上帝一样去分辨善恶吗？没有，我们人的解析度就像刚刚阿萨不说，我们人的解析度就这么小。对，上帝他看到的是全世界，而且他不只看到外表，他透察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细微的感受，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帝的解析度是这么的完全，对啊，他才可以有能力分辨善恶。我们连人的内心，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清楚了，我们怎么
有那个能力去查透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哇，上帝没有要我们当法官哦。哦，这世界上能够分辨善恶的唯一标准是谁？神，是神。所以分辨善恶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可是这个唯一有权力的、唯有能力的只有神。好，当我们想要像上帝一样去审判别人，你是对，你是好，或是审判自己的时候，哇，大概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哦。我们来聊聊看，分享从小到大，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对自己有一些的定罪，就是觉得哎呀，我这样不好，我应该要怎样才好，好像会用分辨善恶的心思来看自己，我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爸爸，我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爸爸，什么样是一个不好的爸爸。哎，来，请爸爸先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这个，或者是从小到大，身为男人，是你是从儿子开始，然后当先生，再当爸爸的，对不对？从小，当你是儿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家人怎么样来定义你什么是好儿子，什么是不好的儿子？啊，这里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在家我是独子，那。父母亲对我都还很恩待，有很多的就是保护。嗯，那一直到长大，自己到成家之后，就觉得就说很多时候我会用我自己的想法或是做法，就是去对待家人给我的回应。嗯，因为我不管做什么，应该家人都会要对我说，哎，我是很好的。嗯，但是当我可能就说，哎，做错事情的时候啊，对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的懊恼，这样子，我怎么就从小都是被呵护，被好像说，哎，被人家认为说，哎，是很好的一个孩子，男人。嗯，那可是我自己觉得说做错事的时候啊，还是说没有让家人得到满足的时候，会让我内心感觉到很懊恼，很不是滋味。哦，哇，这个爸爸说，当你觉得让家人没有感到满足的时候，哎，这句话很深哦。你觉得你曾经记忆过的，你觉得当家人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好像不满足于你，好像不够好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他们在就是我的儿女，我对他们有期待，那他们也有对我期待，这样子。但是在这双方当中，如果没有按着我的期待所达到的，我就觉得说不论他们做得好不好，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是我会责怪自己说，哎，是不是我哪里做错，是不是我哎，就是没有让他们达到更好的一个满足或是安全，或是说哎，他们所需要的是不是我已经没有给他们所需要的，这样子。我觉得哎，在那时候我会心里非常的懊恼。是，好哦，我们现场来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好了。哎，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等一下这个爸爸啊可以分享孩子，或者是太太，然后太太也可以看是分享啊，这个我们先分享亲子之间的好了。好，我先分享，曾经你觉得在儿子的身上哪一些他的期待，他的没有达到你期待的标准，有没有从小到大你觉得，哎，曾经儿子没有达到你的期待的标准，你心里就会对他有一点这个。好，那儿子等一下要分享哦，曾经你觉得爸爸妈妈没有达到你期待中的爸妈的，有没有曾经因为这样你会有一些的埋怨，这个部分哈。啊，当然我们阿萨福我们也要来真心话大冒险，是一定要的。哎，我们有没有曾经期待对方不如彼此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
批判的眼光，觉得这个好了，我就先开始好了。既然真心话大冒险啊，我就自己开始。好，我分享一下哈，从我们这个交往到结婚呐、啊，因为我的父亲从小是很乐于接送我，就是我不管去学校啊、去补习啊、去哪里，我父亲都会开车接送我，所以。我爸爸是用这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所以从小对我来说，以后我的男朋友、我的先生一定接送我是基本的，因为我爸爸是这样，所以就很习惯这样哈。所以我就记得，当我跟我的刚阿萨夫结婚以后，哇，有时候他没有来接送我的时候，可能是他很累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点 murmur， 有一点觉得，哎呀，他怎么没有接送我？他是不爱我了？他怎么这样不够体贴？我就会用我的标准去判断他，去觉得他不够体贴。哦，我曾经有这样哦，哈。但是我后来发现，哎，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照顾我，比如说我们家的家事基本上都是我体贴的先生在完成的，所以他有时候没有来接送我是因为他要洗衣服、晒衣服、拖地啊、哦，所以当我跳脱了分辨善恶的心思，我用生命树的眼光去看我先生，有好多好多的地方是很棒的，他不一定要接送我才叫做一个体贴的先生，他有好多方面很棒。哎，这是我的真心话。好啦，一家一个咯，来，接下来换你们，谁要先咯？爸爸先。好嘞，爸爸先。我就是对儿子一半，就是从小的时候他的个头就是很壮，不论说他去哪里，只要说他所到之处或就会带来了许多的震动破坏力，破坏力原来每次啊，当我们就是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啊，只要哪里的孩子在哭，人家就会说又是你的儿子，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子，我就对他有一个很生气啊，就是想办法一定要严厉管教。可是啊，我就觉得就说，哎，这样的一个，一直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哎，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其实是，哎，蛮好的这样子。因为那让我自己，从我自己感觉到说，哎，让我在当中可以去有一个知道说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没有天赋的眼光，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习到那个如何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儿子。那我反过来就是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原来这一路上神有他的带领，不见得说当时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影响到别人，会带那时候会带给我一些许多的一个懊恼，可是啊，我就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过程，让我学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孩子。但是哎，那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这孩子啊，我只想说哎，是想修理修理，可是我就觉得就说哎，神也在管教我。神一直在这一段时间，这过去的几年里面，神有他的时刻。哎呀，哇，好美的分享哦！哎，其实很多的所谓这个破坏力啊，其实是很多的好奇，对不对？很多的战斗力，很多的经历的孩子，往往这样的孩子是特别聪明、有活力的，哎，对不对？太好了，来，伊凡你呢？你分享一下你跟爸爸妈妈之间，应该是那个吧，玩那个，有时候玩电脑的时候，或是以前国小啦，国小和国中这阶段，那时候家里有电脑的时候，然后玩，就是在家里，我玩电脑都要偷偷玩，不能就正大光明的在他们面前玩，不然一定就是被骂，但是，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一直很有点小埋怨，
就是为什么别人家里的小孩他们都可以玩到两三个小时，然后到学校就可以炫耀，然后跟有玩的人一起分享，然后就在国小国中那个阶段很羡慕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在家里玩就一定要选那种他们出去的时候玩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这种我在国中阶段的时候都很不了解为什么。但是当时候哦，家里没有电脑了，然后那个网络把它切掉了，之后我在那一阵子那有一点啊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当我离开那个环境，差不多有就离开那个环境很久之后，才会慢慢去思想，哦，其实除了玩电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除了玩电脑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更有人情味，更有温度的事情，就是不管是跟人还是自己去做其他事情，是，对，所以是除了玩电脑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你后来才发现了，原来。如果那时候爸爸妈妈让你一玩就玩两三个小时，你可能那些时间都拿来玩电脑，你就没有时间去跟你的家人相处啊，或者是去大自然里面玩，去认识上帝的创造，对不对？哇，所以生命树的眼光好重要哦。刚刚一棒分享这个例子，有时候我们父母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爱玩、贪玩、偷玩，就骂他一顿。但是爸爸妈妈，你们刚有没有听到伊旺真正想玩电脑的背后是隔天去学校会发生什么事？炫耀，对不对？好，然后当然别人在炫耀的时候他没有玩，他可能也许会被笑哦。所以孩子事实上有孩子的心情，父母有父母的心情。当我们用分辨善恶树眼光看，我们就会觉得我的父母好严格，好吝啬。用分辨善恶树眼光看，就会觉得哇，我的孩子好不听话，好调皮，就是贪玩。但是其实背后都有他用心的地方，所以生命树眼光是开启我们更多的宽广，去认识每一个人心里面不同的感受。妈妈，你呢？我讲儿子好了，嘿嘿，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很渴望跟很享受跟孩子之间就是彼此分享的时间，对。然后那有时候我会去尽量去满足他们就是想要的，比如说他们喜欢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那我也会尽量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尽量每晚餐然后都要回去煮，对。然后呢，但是我这样煮其实我是很乐意为他们服务，这样服侍家庭。但是有时候那个回馈就是回馈很少的时候，或是就是他们忽略我的感受，我其实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得着我想要的，心中对，就是会觉得其实我想要的只是你们注视我一下，赶快看妈妈，对，或者是赞美我一下，然后拥抱一下，对。那他呢，他可能有时候因为长大了，就是在肢体上面没有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比较会喜欢黏妈妈，其实还是会很需要家人之间的拥抱，然后家人之间的彼此赞美，对，我觉得很需要。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孩子不太习惯这样说，其实有时候是做妈妈的可能做爸爸的也很少这样赞美孩子，对。我后来想想，哇，其实可能是自己也没有这样常让这样的就是习惯或是氛围就是营造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也觉得说就是我这样要求，然后也现在开始也知道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先来营造，先来对，先来做示范，然后对，我觉得有后来
我发现是自然而然的。现在宣主哦，他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走马路，他现在会很贴心，就是就会很自然的把我拉到里面那一侧，对对对，内侧，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其实我当下没有、啊、没有告诉他，其实我是很享受。我说啊，我儿子长大了，你记得吗？他两三次，对，哇，妈妈第一次把这段讲出来，是是，对，太好了。来，儿子听了有什么感受？你那个动作是刻意的还是怎么样？没有啊，就自然而然啊。也有保护妈妈，对，就是有受保护的感觉，然后哇，被宠爱，哇，哇，真好，好美，好美，太好了。所以真的，好像刚刚妈妈说那种彼此营造这个爱的氛围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恢复的就是生命树的言语跟心思，让我们用生命树的言语跟心思来看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好，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回应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来回应彼此用生命树的心思。我要回应你，我要回应你，因为我知道我的是靠自己，我是你的儿子，我有你的心思，我不再自己的眼光，我知道我要更想有一个生命树的眼光，眼光，有一个生命树的眼光，在我心里，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恢复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的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生命里。主啊，是的，主啊，我愿意用生命树的眼光来看待我的先生，来看待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来看待我每一个家人。主啊，让我有你的眼光，能够看见生命树上十二颗果子如此的丰富，能够看到那个一切都甚好的眼光。主，赞美你。哦，生命树的眼光，一切都是生命树的眼光。哦，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甚好。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
神秘式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神秘式的眼光，哦哦哦，神秘式的眼光，神秘式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好哦哦，神秘式的眼光，神秘式的眼光，哦，神秘式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我要用神秘式的眼光，神秘式的眼光，我要用神秘式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神秘式的眼光，我要用神秘式的眼光，我要用神秘式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是的，天父，让我有属天神秘术的眼光在我的里面。求你来赦免我过去按着自己的想要、自己以为的眼光去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主啊，如今我领受主你的心意，生命树的大能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看待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儿女，真是从父神的眼光来看待。Amen。 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主是的，主啊，孩子要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要重新领受那生命树的眼光在我的里面。主啊，从前主哦，主啊，可能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们很容易就说出批评论断的言语，或是破坏性的言语。主啊，求主你再次赦免我们，主啊，恢复我们，主啊，家庭当中彼此用生命树的眼光这样的看待彼此的关系。主啊，我们主啊，再一次的领受主你爱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说出良善的言语，让我们说出慈爱的言语、造就的言语。Amen。 主啊，以至于主啊，这样言语一释放出去的时候，就带来医治。主啊，带来我家庭的一个恢复。主啊，使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耶稣像耶稣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我们当中，一个活出耶稣馨香的氛围，一个天国属天国的家庭，健康的家庭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孩子要来宣告，要来祷告说，主啊，在我的家庭里面要出现出赞美的言语，在我的家庭里面要出现，主啊，赞美赞美我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的言语。主啊，我们要看他们的好，主啊，看他们好，看他们的优点，看他们对于我们的好。主啊，我们要，主啊，孩子宣告说，主啊，那一些主啊消极的话语，让人失丧、让人失丧、失落的话语，要从我的家庭里面离开。主啊，我宣告，主啊，我的家庭里面会出现一个和睦的气氛。主啊，我家庭里面会出现一个和平相处的气氛。主啊，是因为有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是因为我们拥有生命树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每一个家人。是的，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恢复我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哦，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我要用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我要用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恢复生命树的眼光，生命树的眼光，恢复我的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我要用生命树的眼光，我要用生命树的眼光，我要用生命树的眼光，看一切都是好，看一切都是好。一切都是好，看一切都是好。